齐总，您来了。嗯，他们到了吗？他们已经到了，按您的要求，已经给他们安排了最好的包厢，而且也没有告诉他们这店是您的。哎，他怎么来这么晚？就是。哎呦，多大的老板呀，让我们等那么久。七七啊，下次出门呢早一点，你两个轮子的肯定跑不过我们四个轮子的，不要因为你一个人耽搁了我们大家的时间，我们都忙。七七啊，大家都开玩笑的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哎，你说都是一个班的，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？七七，你以前读书的时候就骑两轮，现在大家伙出来工作了都开四轮的了，你还是两轮。行了，你们别开七七的玩笑了。哎，我问，听说你交了一个很不错的男朋友，真好。还行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下个月结婚，婚礼就在巴厘岛，到时候大家都要来呀。哎，恭喜啊，文文！恭喜啊，文文！七七，你也要来呀？嗯。有些人呀，混得不好，非舔着个脸来巴结，真晦气。大家都是同学，你这样说过分了。七七啊，坐我旁边吧。嗯。来，七七坐。哎呀，七七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儿，我去换身衣服。还真以为他能进我们的圈子，就是，你们谁发的群消息，下次记得屏蔽他，看着都晦气。脸皮真厚。文文，你看你现在混得这么好，这顿饭怎么都该你请吧。是啊，文文，你现在混得这么好，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钱吧。对呀，就是，对就是嘛。没问题啊，正好这家酒店是我男朋友公司旗下的，大家随便点。那真的吗？那我不客气了。服务员，来一份清蒸澳龙，冰糖雪燕窝，黄牌极品包，清蒸东星斑，哦，1瓶820的拉菲，再来一个佛跳墙。文文，我点的这些会不会太贵了呀？这算什么，就当给你长长见识了。谢谢文文的招待呀。请问一下，谁买单？刷我的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文文的招待。亲爱的，我来晚了。这什么呀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男朋友，这家店就是他们公司旗下的，他还是这边的区域经理呢。七总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七总，支付宝到账50000元。李经理，你对你女朋友可真大方啊！50000，你吃饭吃了50000？我只是。